假期想约我出门玩的人，你听好了啊，以下是注意事项。第一点，全身上下穿搭不许超过200块，因为你穿得太好我会自卑。第二点，不许使用安卓手机，因为苹果机笑起来很自然，安卓机笑起来有点卡。第三点，不许当众说我们去喝蜜雪冰城吧，损坏本人形象者你将承担法律责任，这可不是闹着玩。第四点，不许说我们去吃华莱士，原因同上。第五，人格启动。第六， A 前必须 A 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请你自觉，别逼我骂你啊。最后我再说一次，安卓机想找我聊天必须提前一个星期预约。